听过最短天长地久是多久？那我问你哦，最长有多久？10年、2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？你能活1000年那么久吗？所以我说啊，多长有那么重要吗？人是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永远在一起，好像真的很难。接受，一定是比。